大家好 ，Welcome back to Joe and Jet Wiggle Luda with Jason. 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有来了一位特别来宾，然后到目前为止已经打了21年了，在台湾真的算是一个 GOAT。然后2003年到2009年，他在台啤，然后2009年到2019，他在 CBA 的广厦，然后2019到现在为止，在台北富邦勇士。在他生涯21年当中，得到2次 NBA SBL 再加 NBA 总冠军。好，从篮球生涯好了。好 ，Yeah, that's good. The first part you did on purpose. OK. 敢这样写？没错。NBA 冠军我哥啊。好，你哥有一个。顺着讲，对，顺着讲。好。在他21年的篮球生涯当中，得到了2次 SBL 总冠军，2次 SBL 总冠军的 MVP。还有在2007年年度 MVP， 3次的 SBL 年度第一队，2次的 SBL 得分王，7次 CBA 的明星全明星，2次 CBA 技巧挑战赛的冠军，2013年在亚锦赛的其中当然是最佳的五人其中之一，3次的 P League 人气王，哇，还有。3次的 P League 总冠军，他不只是台湾名人堂的球星，也是台湾篮球的 GOAT。让我们欢迎林志杰杰哥。Yes， what's up？ 欢迎。哎、欸，讲不错哎、欸。那我发现你讲的时候，为什么你要这样抖的讲？你要流汗吗？要一直看过去。对啊。OK 啊，他讲的不错、啊，而且有点闪光，有点闪光。OK。那杰哥，就是第一个想要问你的是，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打球啊？你开始打球的原因是什么？其实以前就很喜欢就是各项的一些运动、嗯、然后其实小学就只是一个喜欢打球的一个小孩嘛、嗯、然后其实慢慢开始就是从国中到了国三才开始加入校队、嗯、球队嘛，然后后来国中毕业就到了海事、嗯、然后海事就是接触一年的 HBL、嗯、然后也是没怎么上场。为什么只有一年？还是那高中不是3年吗？对啊，我们第一年有进四强以后、哦、第二年就解散了。解散了。最好就说哦，进四强就满足。没有，那时候刚好学长都毕业了，然后其实我们的人员就不足、哦、然后也招不到一些球员进来、嗯、然后就那时候就当下就结束了、嗯、然后后来就是高中那个阶段，后来就是教练，然后傅明仁教练、嗯、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去公卖金融、嗯、就是去跟练了一阵子、嗯、就是去也没多久然后又没去、嗯、然后后来就又衔接变成打公卖金融嘛，甲组、嗯、那时候都只有甲组、嗯嗯、然后后来就衔接变成打换 SBL 的时候就打台啤了。我之前好像有稍微听说过你是一开始对打球就是好像就像你说你一开始有去但有时候没去，你 是一开始就是有点没有到。 我是蛮随性的，要想去的时候去。以前的个性就是就比较自我，就是、啊、哦，然后也不喜欢，就是因为以前喜欢斗牛、啊啊、就比较自由，然后去到正规的时候、啊、就觉得好像被限制、嗯、就是说哎，然后以前的学长制又比较重、嗯、对啊、嗯，然后去练的时候，就是又很不喜欢人家，就是叫人干嘛？然后我们现在那个排好，现在都左手上篮。就是以前个性就是可能是就是一个屁孩了。嗯，对啊。OK， 那你现在从一路打球到现在，你有没有就是最怀念哪个打球的时期？比如说像 SBL 或者是 CBA 啊，或者是之前 ABL 到现在 PL， 你有没有觉得哪个时期是你觉得最印象深刻、最怀念的？其实每个时期都很怀念啊，因为每个时期的时间都待得蛮长的。嗯，对啊，不管在 SBL、CBA， 然后现在回来富邦或者是中华队，其实都待了至少5年以上。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当然每个阶段都有一定的情感跟一些，不管是输赢啊，不管是跟人员啊，嗯，就是跟队友啊，或者是不同的回忆。对啊，我觉得是不同的回忆跟怀念吧。我觉得就是时间待的都比较长。所以你不会选一个？
我觉得不会诶，我觉得每个时期都会有经历不一样的方式啊。哦，那你觉得在 SBL 时期对你来说有没有你觉得最印象深刻的一个，比如说发生什么事情啊，或者是拿冠军啊？我觉得最印象深刻的就是我们那一年就是有打进冠亚军赛，就我后来被玉龙绝杀那一球。嗯，对啊，然后隔年我们就拿冠军。那一年哥打板。对，那一年其实就是一个给我们一个蛮大的就是信心吧，然后也开始建立就是那时候台啤的就是冠军。对，八组败两次总冠军。对啊，那你第一次拿冠军，第二次也是冠军。对，明哥同队啊。对，明哥同队。哦，所以第一次拿冠军的时候明哥还没去，第二次的时候第二次明哥跟戴豪他们来的时候。哦，对、okay、然后又就是二连败嘛、嗯、然后我后来那一年就离开，就到 CBA， 然后他们又再拿一次冠军嘛。嗯嗯嗯嗯，对、啊、那你当下怎么会选择想要去 CBA 挑战？其实那时候是刚好一个机缘嘛，黑哥嘛，对，他刚好可能也跟上海就是关系不错，所以是他那个时候就是告诉你或许你可以到 CBA。 对，他希望我就是有这个机会可以去 try 一下之类的，然后去看、嗯、去外面打球看看，因为那时候其实台啤的人员是很足够的。哦、oh, okay. 对啊，所以因为其实那个阶段我其实已经27了、嗯、27、28，然后其实想说也没考虑那么多了，就有这个机会就去试训看看、嗯、那时候我不用什么选秀啊、嗯、对啊、okay. 所以我觉得就去尝试看看。嗯哼，那个时候你是第一批过去的吗？还是没有吧？其他台湾最早应该是算龙哥吧。哦，龙哥不算的话，最早应该就算你跟信安。哦，信安哥，信安好像、哦、信安好像是先的。对，他那时候好像是在东莞。对，东莞，他好像是先去，后来我、嗯、可能就没差几个月吧。嗯，对啊，其实应该是算同一年。嗯，对，了解。那在中华队的时候，2013年刚好中华队就重返四强嘛，嗯，那也是最接近世界赛事的一部分，嗯，然后你有幻想过代表台湾打世界杯吗？或是？哦，其实没有考虑那么多哎、欸嗯，因为我觉得其实比赛就是这样嘛，对啊，我觉得当然是那时候会觉得说是那个阶段是有机会，只要我们再赢一场的话、嗯、就是可以进去。对，那时候是世界杯。对，然后我们跟韩国打嘛。嗯嗯嗯嗯，对啊，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啦。嗯嗯，对，因为我们那一场其实跟韩国就是比分其实差异也蛮大的、嗯、最后输20多分。对啊、嗯、所以这个就是表示就是说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对、啊，韩国队真的是不好打。对，特别是我们对到他们的那种队形，就是一直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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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跑惨了，你知道吗？跑惨，他们就是一直这样传切，他们就是在个人的球的身上不会太多，他们选择很快，不是投就是切传这样。因为你，我想他们的韩国队那个球员一拿到球，他们的心情应该想说，哇靠。教练在看我不是他们那个不是你做不好下来就直接敲吗？对啊，不是，重点是你他也没拿起，我在跑什么一直在跑，一直在追你知道吗？就是很烦你知道吗？就是要空手走位啊。欸，没有，你不能，不是说没有球就不能跑，你没有球更要跑。对，然后就是想要休息一下，哇，他还在跑还在跑。对啊，嗯，那你在33岁的时候决定不打中华队，那原因是什么？我觉得因为毕竟那时候没考虑会觉得说会打到现在。嗯嗯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我重新换合约嘛，就是重签2年，然后我想说那个阶段对我来说，我觉得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觉得说我可能这是我最后2年的合约、嗯、那我就觉得说、嗯、那我好好的专心就是打完这2年，也刚好就是之前就是打中华队打完以后又回去 CBA、嗯、然后打到有一场就是因为可能身体的疲累专注顶，然后导致受伤嘛。嗯，对，然后那个阶段我就觉得说想说哇，那我一直这样反复，因为我打中华队蛮长时间的。嗯，对啊，然后不是这样打完 CBA 然后又回去，然后又要集训又要怎么样、嗯、就是一直在做一些反复的。嗯，所以就是导致，因为毕竟那个年纪已经30几了。嗯，对啊，我觉得可能
我也希望就是说也要延续我自己的生涯，然后我觉得刚好又换这两年的合约，然后我就想说把这个合约就是让自己的状态会更好，然后更专注在就是一个比赛的内容这样子，也刚好可以交棒给年轻的球员。因为那时候我也是在西边，也是年纪就是跟他们，就是已经跟那些年轻的配合了蛮久，他们也已经慢慢在成长。对、啊、那你谈到你那个时候第一次加入中华队的时候几岁？其实我最早是18岁亚青嘛。哦，亚青。然后后来亚青晚的时候是有机会去到中华队。嗯。然后因为那时候上文化。嗯，然后就是有出现那些问题，啊，你就是不想要被拘束，对，就中华队不是更拘束吗？对啊，所以就变成这样子。哦，那你那时候，因为其实那时候那什么记者在访问你的时候，就问你说你就是可能、中华队想要打几年？那个时候我记得你是在那个北投机场的球场，你是坐在那边，然后我是坐在第一排，然后你说33岁你要退休，我就。那你那个时候就是决定要退休，然后一路到现在啊，然后看到他们中华队去打一些国际赛，特别是在这几年就是成绩没有到很好，那你会享受就是想念就是当初你在打中华队，然后就是你知道全场爆满啊、然后替台湾加油那种感觉吗？因为自己本身就是作为球员呢、你当然就很希望你在比赛当中、现场是很多人，很多人那种打起来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很享受在当中嘛。然后不管你进了一个球，然后给你的欢呼声，我觉得球员就是会在现场的时候，因为给你更多的就是欢呼，你会很享受，你会觉得说哇，你在球场上你会越打越亢奋，这种想法。我听到他们有一些就可能退下来的 NBA 球员，或者是那些、打橄榄式足球的那些球员，说他们退下来最想念就是。在场上就是万人为他们欢呼那种感觉，那时候他们在场上有那种万人就是 喊他们名字，在替他们欢呼的时候，他们觉得自己在球场上是无敌的，就觉得哇，我超强。你们可能都有感受到这种感觉啊，有时候你们在好表现就是好的时候，就那种感觉就是好像就是觉得你觉得你投每一球好像都会进的一个概念。对啊，就是那种这个氛围就让你很嗨啊，不然杰哥你看我其实我不太那个跟人家在那边在那边骂来骂去，但是我在场上就是一嗨的时候会跟他骂来骂去，你也知道我低调了嘛，对不对？因为我知道你到那节奏你来处理吧。场上不低调。我其实是很低调，是因为我说场上吗？那是因为被他们拱起来了。你知道他们那些就是球迷的欢呼声，有一点会是那种兴奋剂，会让你然后就起来了。OK， 那我们就是想要了解一下，就是江湖上面有一个传言，就是说那个什么黄二龙，因为之前有。就是在台啤，对，那时候带过我们。OK， 他说他那个时候就是好像说过类似的话，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这边就是要跟你就是 double check 一下，就是传闻说黄安龙有说过一句话，他说，如果你想要我留在球队，有我就没有林志杰，有林志杰就没有我，这件事是真的吗？确实有这个事情的、啊，对，因为我觉得其实不能去怪黄家人，我觉得。就像我看你前面说小屁孩那时候，对啊，我就是可能就是训练有时候到、有时候不到哦。对、他觉得我比较难去控制，然后因为这教练嘛，当然希望就是一个体系嘛，就是说为什么你来，你可以不来练球，这样子啊。你说这在台北的时候，对啊，因为我觉得是自身的问题啊，不能去怪、他那个时候是助理教练还是总教练？他那时候好像是助理教练，然后转到总教练。总教练，那你那时候几岁？哇，那也超二十出而已吧，二五哎没、没有，那22、23，22、23差不多吧。那你这样子，你们这样练球，如果说一个礼拜练1、2、4、5的话，你这样子那个时候大概到几次？练一礼拜练4天，你到是一定会。基本上都会到了，都会到，就只是说你可能就
就有时候你就七到九，有些状况爬不起来，爬不起来哦。或者可能到，可是有一点，你们应该懂我意思。懂了，觉得你不用说太多，我了解了解了解。就稍微有可能起来状态不是很好。杰哥，杰哥，你这迟到的东西，你跟思维讲，你顶到一下。这可能他最会迟到了。一来就大概先用嗅觉先闻一下，知道。哎，你是在国望也会很会迟到，你。下次还好啦，我今年我听的光你们没有，光现在不会了，现在不会，现在不会，听你在放屁，现在长大了，去年有一点，去年比较多了，可是在富邦更多，哇，那是心情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心情的问题，可是也没有多的，阿明，你呢？总是要输压自己，有时候有一些自身的事情要去处理啦，对啦，对啦，对啊 ，OK。所以你在 CBA 11年，十年、哦，然后你挑战冠军两次，对，两次。那你会说这两次是你生涯可能最难的挑战吗？除了国家队？我觉得啦，因为毕竟待了很长时间，然后才可以挑战到，可以挑战冠军赛。我觉得，因为我们球队就是从不好。然后慢慢的越来越成长。其实我们在季后赛的，我们在例行赛成绩都一直都不错。对，基本上都是一定是进季后赛，可是基本上都是一轮游。一轮游，就 first round exit， 对，就变成就，其实对我来讲，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是大概几轮啊？季后赛？季后赛好像两轮，两轮，三轮吧？三轮吗？对，好像是，因为我也都没进季后赛，对，对，八强嘛，然后四强，冠军。OK， 回来到 SBL 富邦，哦，那个时候你回来是因为他们改变那个规则，对，就台湾球员，对，只能因为刘铮那时候来嘛，对啊，然后因为他的政策嘛，就是港澳台只能一个而已嘛，所以。以球团来讲，当然是以刘铮那刚来，当然是以他这个阶段是优先嘛。然后因为毕竟我那年纪就是比较后期了，因为他不可能去说冒险说签一个老将，然后刘铮那时候他在不管是来的阶段跟数据，然后不管得分防守，然后也跟球队配合的不错，所以当然球队当然是以他，因为。其实球团也是希望把我留下来了，可是是换一个角色嘛。哇，对啊，该不会是教练吧？对啊，所以那时候就还是刚好回来嘛。那如果你那时候当教练的话，你就可以不到了。就是一个那种老师，那个老师有没有？我跟你讲，今天自习有自习。那你那个时候那个什么政策出来的时候，你没有想过要去 CBA 其他球队吗？我有。可是就是那时候一直都有在谈嘛，然后那时候也有跟比较后期的时候是跟富邦也在谈嘛，然后是说那时候说要打 ABL， 然后我想说哎、那也可以，然后这个阶段也蛮适合，就是说在CBA的感觉，然后也是主客场制这样，然后我觉得也刚好是我这年纪回来，然后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也是好的，然后我后来就选择回来嘛，对。所以你是喜欢像 CBA 那种，就是到处飞？对，因为毕竟在那边也习惯了，然后我觉得也刚好就是家人嘛，对，因为毕竟就是跟他们的相聚时间就是可以更长，我觉得这也是我最主要的原因了，对。那时候那个敏哥有说过，他之前去 CBA 的时候，第一个就是问你说：“杰哥，那个是去 CBA 打球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然后你那时候当时跟他讲说：“哦，除了球打得好之外，你还要做人也要做人这方面也要下很大的苦心。”他那个时候说的时候，我就完全认同。他有说一个例子，就是被那个排外，排外的事情。其实我刚去也是，他们也是有这样的内容了，对啊，因为他们的认知就是。这样，他们觉得是我们就是属于他们的省队，他们很爱说哦，台湾就是省队这样子。然后其实当下一开始会觉得心里会不舒服，可是我觉得久而久之，然后我觉得跟他们相处久了之后，反正我就觉得
就是个玩笑话嘛。嗯，然后我觉得只要你正视你自己在这个球队的方式，让他们去认可你就可以了。对，嗯、那你有觉得你一到广厦 right 的时候，可能是三四年后，他们对你的尊重有很大的改变吗？当然啦、啊，因为毕竟因为我这不管是跟他们相处，因为我也不喜欢就是以就是说啊，我是可能我年纪比较大，然后我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我觉得就是因为我很喜欢就是人与人相处就是互相、嗯、就是互相尊重是最重要、嗯。因为一定都会有一些可能不愉快的方式，那我觉得是正常，然后怎么可能一个人相处？对啊，那不可能的事情。那不愉快的时候你们都怎么解决？吃个饭聊聊天。OK OK， 这简单单纯实在，对，简单吃饭聊天没错。OK OK OK， 好，那你回来 SBL， 你有觉得如果你要比你以前在 SBL，、嗯、然后。然后我跟中宪在 SBL 的时候，嗯、那两个 SBL 差很多。嗯，然后就是你那个时候 SBL 在打的时候是非常人在对很多人在看，尤其是明星赛，他们是前一天就要到，就是现场排队、嗯。但到我们那时候打 SBL 的时候，对，就是你不用排队，你也不用买票， yeah, yeah. 你就门直接走进来就可以了。球场很空，对，球场很空。然后到现在的 P League，、嗯、你会觉得以前的 SBL 跟现在的 P League。那个氛围有差很多吗？因为那时候我在 SB 的时候，其实就是那个氛围嘛。因为然后后来离开了，其实，在 CBA， 然后前几年我还是有就是大致关注一下，嗯、然后到了后面，就我也知道，哎、欸、，SB 有开始好像没有在看，比较没有人在看，因为你们都离开了，不是因为我们离开了，因为我觉得是刚好就是那个阶段嘛。对啊，后来到了你们那时候，不是嘉义也慢慢开始也越来越好嘛的趋势、嗯、有吗？我不知道我来台湾前我不知道 SBL 是怎样，嗯 ，but 我们的 like 我们我跟中宪在富邦的时候。就很多富邦员工啊、yeah. 动员的那个时候没那么好啊，对啊，就没那么好啊。那你这样子看，就是一路从 SBL 好的时候，然后到不好的时候，然后到现在，我们终于前就是三年前有了我们台湾第一个职业联赛、嗯。你这样一路上就是这样看起来，你觉得就是我们台湾第一个那种职业联赛，对我们球员的发展，尤其是特别是年轻球员。对我来说，我觉得要珍惜舞台了。嗯嗯，对，因为我觉得有这舞台，就是说非常不容易。对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不管是每一队或是每个球员，你今天在这个认知这个职业，你就要去认真对待这个工作。嗯，因为不管是你是作为球员、教练或其他的工作人员或是什么样，你加入这个霹雳这个职业赛事，那你就是有这个责任，嗯，去爱护就是这个联盟，这个联盟、嗯。我觉得再来就是球员嘛，他是唯一的就是主角。那你这些主角，那你就要去认知你的角色，嗯，那你是不是你要去做多少努力、嗯？你要怎么去证实你自己？球员最大的方式就是要证实自己，嗯，对啊，你才有更好的发展，你才有。更多你想要去得到的内容、嗯、你的价值点就不同了、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再来就是你更多竞争，球员就是要互相竞争，你才会一直才会凸显你自己，你才会去更努力，嗯嗯嗯，一直去哦、啊、他好像跟你越来越近了、嗯、又跟你差不多，那你表示你要更加努力，更进步，嗯嗯，就是变成这样，一直推动才会把这个联盟比赛精彩度才会呈现的越来越好，大家才会愿意来支持这个联盟，然后愿意来到球场、嗯、支持喜欢的球队跟球员这样。那就是因为你一定有听说，就是我们明年可能会有合并嘛。嗯，那就像你说，就是你想要就是球员要更多的竞争，那你觉得这个合并会不会让我们球队跟球员更上紧发条？然后对于就是竞争方面更，就是会开始会想说哇。有两支球队要加入更多的球员、嗯、我是不是要更努力才能就是不要那么快被淘汰掉？这绝对会啊，因为职业原本就是现实嘛。嗯，对啊，你不行
那就是靠别人来。对啊，因为随时后面都是准备，就是把上面的虎视眈眈。对，这个就是职业赛场应该要有的东西啊。嗯，因为你不可能永远都是呈现最好的一面。对，那你永远下面的人，年轻的永远都是在往上努力爬。所以我觉得联盟不管是合并或怎么样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良性竞争啊。对啊，所以联盟才会更的成长啊。所以你对这种就是转变，你自己其实也是蛮兴奋的，因为我觉得很棒啊。那整个市场又不同啊，不同，对球员的方式又大大提升，那为什么？那绝对是好事啊。那你觉得以台湾现在的那种市场来看，职业球队你觉得要到几队算是比较理想的？目前我们现在是六嘛，对，六，我觉得八到十差不多。八到十，对，我觉得要把球队就是整体性，你当然是一定都是不错的内容，你不能说哦，你为了要多少队而来去打这种联赛。我觉得比赛人家要看的就是内容，就是内容，然后打的是伯仲那种比赛。你不要说哦，一看哦，谁就知道谁是四强，谁是冠军，谁是对啊，就是那种竞争度，给人家就是有那种幻想，那种概念，就说哦，哇，不知道是今年会是谁，会是谁这种感觉，就打起来就觉得让人家猜不透的感觉，那种球迷才会觉得讨论度才会够。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幻想，就是对于球队明年开始要合并，我也开始幻想到底什么时候宜兰会有一队OK 回家乡打球。你当老板的时候，对，我当老板的时候，你可以当老板。那你们可以打折，打折看打了几折来帮我打球。那你会想就是之后你家乡基隆有一个球队，那你就可以在。就是回到家乡，因为回到家乡方便很多，方便很多。我他妈走路去那个球场，哎、欸，我们热身赛在那边啊，好呀，就方便很多。我说就是有机会，那对啊，我觉得当然就是很棒啊，城市跟城市的一个方式，而且代表自己家乡。对啊，那打起来的心境跟方式就会比较很不一样了。了解。